跳小福拉去哪儿？去哪里了？去你后面那幅画后面躲着去了。嗯。只要那个画一放在那里，他肯定会躲在那个画后面。真的。Hello， 可以听到吗？现在还卡吗？现在应该不卡了吧？因为刚才我开了一个蓝光，然后我先把蓝光关了，换成那个高清了，就是降低了一个画质就好一点了。现在应该这个画不是我画的，这个画是某宝上面的装饰画。这回好了，就刚才那个画质开太高了，可能我们家的网速带不起这个画质吧，然后把那个关掉了。嗯，你把关掉干嘛？没关掉啊，可能是你们说是不是发光。我记得一下，等一下，你把你的是不是开开了？没开，刚才好像是那个线有点就是断了。哦。就是它出接触不是很凉。连上了吗？啊，好了。想在干嘛，小杨？小杨，你猜猜的看。你过来吗？嗯。你过来吗？过来，你过来。嗯，我身体。嗯，你不是你今天浅播一下吧？嗯，我得刷刷、嗯、刷刷驾考题，家人们刷一刷。他们还要考试，他们还要考科目一了，他现在在刷题。播到几点？我今天播一会儿就下了，播一会儿我跟他看电影去了。就今天随便播一播我就下了。对，还得考试。他的袜子还是那个熟悉的莫兰迪色。小次郎把他的爪子从那个画底下伸出来够我的脚。哪里？小次郎在那个画后边的啊、哦、你看你看，我给你录下来。嗯，对，是五脏在叫。嗯，科目一不难，反正他现在一直在刷，然后因为他也是才报名的那个科目一，然后他过几天就考了。嗯，他最近在学车，所以他最近就不是在刷题，就是在陪我，就是忙公司里的那些事情。因为不是最近就准备开公司了嘛，然后最近就比较忙一点。可以听到吗？我现在说话会不会太小声了一点？因为我今天没有连那个话筒。嗯，我今天就想着浅播一下，我等一下就下了。嗯。不是蓝色的袜子，家人们，是花色的袜子，是彩色的袜子，它的莫兰迪色的袜子。去看什么电影？看老电影，就是我们用投影仪看看那个《阿甘正传》。等一下去看，嗯。今天就浅播一下，我今天就浅播一下他刷题，我今天就浅播一下，然后等一下下播了。他的袜子真的很滑，他的袜子真的很滑。方世清跟王琦是谁啊？是小说里的东西吗？小说里的人吗？我们最近感觉旁边的男生好冷漠，是他吗？他在刷题，因为嗯，我今天就浅播一下，然后我等下就下。我冷漠？他们说你很冷漠，怎么可能？说他冷漠的你可能是没有看之前的直播，你看之前的直播就明白，他就是他跟冷漠这两个词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是究极无敌舔狗。什么时候开播？刚刚开播的，然后我今天播一会儿就下了，所以我今天没有什么收拾，就随便播一播啊。看一下小杨，先看一下，他来做题。
好看，挺好看。不行，今天没都没有，今天播的很突然，老婆突然说要播，头发也没弄，太乱。嗯。头发没有弄，但今天。我播会播到十一点多吧，应该不知道能不能播到十一点半。对，我画这支唇膏，因为你们老说我嘴巴烂，然后我现在就是唇膏不离身，就每天直播的时候涂一涂。拜拜拜 ，Gigi， 拜拜拜拜拜，你是要睡觉了吗？嗓子有点痒，我昨天打完疫苗之后，我今天我就是每次打完就是那个东西，我就是身体我的反应很大，我今天就是有点感冒，可能我就是副作用吧。嗯，小次郎出没了，什么时候播了？刚开始播，播了有可能几分钟吧，十分钟应该是。嗯，有反应才好，希望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过段时间就要出去旅游了。就是希望所以就是想着抓紧把这个打完，然后就可以出去玩。嗯，晚上好，人中怎么也有的涂的润唇膏。因为我现在就是涂，因为我是那种就是涂润唇膏必须要用那种很油的那种润唇膏，不然的话对我来说就没有效果，所以我现在买润唇膏就是买那种就是很油很润的那种，涂完嘴巴就是会很像吃了那个猪油吃了辣条那种感觉。嗯，你在喝酒还坚持看直播，少喝一点真的对身体不好。我们爱看鬼片，我不爱看，他挺爱看的。我比较喜欢看文艺片还有科幻片。你直播，我直播想要看着下题嘛，他天天看我，所以应该没有必要看我直播吧。他可能会偶尔偷看一下。老婆边上的水果吃点。嗯，好。口腔溃疡是吃点软的。你喜欢人中深点的，我的人中就是被这个唇膏弄得有点油啊，不要介意。因为就是前的我就是因为我看你们录屏之前，我是确实发现我好像就是嘴巴就是很干燥，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我嘴巴比较容易爱咬嘴唇，然后再加上就是平时的时候就无意识的就会撕那个嘴皮啊，所以我嘴巴就非常的干。然后所以我现在涂润唇膏，我就涂非常厚非常厚的一层，这样子被我吃下去了一层，它还有一层就会好一点。嗯，连麦等一下连，我们连一把连一把的，因为刚开播嘛，我就想等一下再连，浅连一下。连谁呢？连谁呢？连个臭臭吧。谢谢大家，对对。Hello 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周末愉快。今天应该还算是周五吧，应该。啊，对。啊，今天是周 五，对。好，那我们今天玩什么呀？今天有，今天玩什么？就那个，哎，那个，可以问问题，那个是两个人问问题，还有什么别的吗？还有，哎，这边是卡了吗？演戏吧，今天我们演戏，对，可以，演戏大比拼。演戏还是演戏，对，演戏。好，行，可以。行，我们可以演。好，我们演的话有几部剧可以选，就《情深深雨蒙蒙》，然后《甄嬛传》，然后还有个《西游记》，然后三个选一个这种。那我们是现在选吗？还是等会儿结束的时候选？啊，不，一会儿选就行，结束选就行，行，那我们过程就还是闭麦。你也可以。行，那我们好，那我们也别一会儿见。嗯，一会儿见。好，怎么有点卡？是我卡吗？是我卡吗？还是是我有点卡吗？今天这边卡。对啊，我就想说，我今天怎么这么卡？我把衣服脱了吧，这个衣服热吗？不是热，这个衣服它是那种很材质太硬了，然后穿的时候就不舒服，是吧？嗯，它动起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很拘束，我整个人。迪奥先生是什么？我感觉我现在已经跟不上这个名词了，已经。
小说，是那种原单的小说吗？家人们，我现在抖音的 PK 是只有团成员的加成了吗？家人们，怎么回事？短袖，对，因为我今天直播，我在家里就是穿短袖，因为养猫了之后，我们家空调都开得很热，基本上都是开到快30度的那个样子，所以在家穿短袖也不会觉得冷啊。我这样寒寒的，所以你觉得穿上外套比较好看一点，对吧？打寒了，帅得很。姚先生，我没有看过。你们上次推荐我的那个叫什么，我还没有开始看，因为我最近在追动漫，然后就是看小说看的比较少一点。谢谢关注，谢谢加入粉丝团，谢谢清晨的晴天娃娃。现在这个抖音特效每天都在出新的，每天直播都感觉能看到不一样的这种礼物的特效。可以看江静走什么换衣了，我没有换衣，我是把外套脱掉了，因为都是有点热了，有点燥热猪。我在看什么呢？我在看鬼灭之刃，你们有看吗？鬼灭之刃那个油锅片，就是最近的那个正在连载的一个，然后最近就一直在看那个，然后还在看那个剧。真的，我是忠实粉丝啊，我漫画已经追完了，我就很期待他能把这个动画画成什么样子，然后所以我最近一直在看，不感兴趣。我觉得看喜欢看动漫的可能还是比较少，反正我是很喜欢看动漫。谢谢钓鱼，谢谢钓鱼钓住我了，谢谢 Coco 的蘑菇森林，谢谢烟的水源瓶，谢谢若言的旅店。总之有臭臭的味道，老公，是猫拉了是不是？没有啊，哪里臭？就是有点臭臭的味道，不知道哪里的味道。应该没有吧？不知道。我老公他拉在这里了，你看一下。不可能，那小次郎不可能。你看一下，乱拉乱尿的。你没有啊？没有吗？没有。好臭。我每次我就是闻到我的直播的时候闻到臭味，我就有点心中有点害怕，我就有点害怕。谢谢大家。我们谢谢早早，谢谢烟，谢谢碧子，谢谢若言，谢谢 Coco， 谢谢我的小精灵，谢谢小石头，谢谢单眼皮，谢谢清晨 QC， 谢谢段云群的豆子，谢谢大家。年，我只是我。徐生淮南芭比兔还有牛奶是奶昔味的，每天没有睡醒，谢谢大家的礼物。Hello. 那我们演哪一段？我们演甄嬛传吧，好吗？行。好，甄嬛哪一段？甄嬛就是演那个，我们会一段，我们有会的一段，就但我没看过甄嬛，我只会那一段。那你就会的那个，就包括那一段名场面。可以。好，名场面。那个，主要我是躺了咱们播水的，你记得吧？我记得。等会儿，我记得。躺好啊，你把那个正好。看不到我了，行，就这样。你这个行。OK， 好的，好的。还有水吗？没水了，这样子那就好。抱歉，我没开始呢，大哥，先递你水。先递我水。小主，安神汤炖好了。是保全我的嗓子的那一段。我先走，第二天呢，还得第二天呢。第二天，对，安神汤里有毒。小主，安神汤炖好了，您喝了早些睡吧。奴婢先退下。退下吧。次日，宝娟，娘娘，娘娘，您这是怎么了，娘娘？我的嗓子，宝娟，我的嗓子，娘娘。我的嗓子，你一定是被人陷害了。我再也不能得宠了，我再也不能唱歌了，我再也不能得宠了。奴婢这就去找皇后娘娘理论。回来，
好了，好像啊，好像啊，哎，他真的很像那个谁，真的很像宝娟，他演的真的很像宝娟，他的语气都一样，哎，救命！你是只看过这一段吗？你是只看过这一段吗？啊，对啊，对，天哪，他好像宝娟呐、啊，我的天哪！真的很像宝娟吗？真的很像，他的语气特别的像。有表演天赋的，真的不缺表演，可惜了，可以去当才艺主播了，已经。那以后我们就演戏吧。可以。行，那我就先走了。Okay. 嗯 ，OK， 好，好的，拜拜。太好了，终于不用唱歌了。吴哲的，我最近真的很少看小说了，因为我就是。我不是之前发了个逛书店的 vlog 嘛，然后我买了一堆书，然后买了那一堆书我还没有看，就是有看几本，然后都没有看完。然后是我老公把那些我买的书都看完了。真的，我今天就是没有弄头发，然后头发怪怪的。小四郎不会在那画后边拉了吧？我也觉得，你去看一下，你从那边过去。看一眼。我觉得非常有可能。你看一下，我小心翼翼的扒开，有吗？没有，倒是没有。他一直在那儿滑了。对啊，我也觉得有点在那儿，所以我也觉得有点像他是不是拉后面了？没有。嗯，没有就好，没有就好。我听广播剧嘛，想怎么不出镜？想在刷题，他们还要考科目一了，他现在刷题。换小号播，为什么要换小号？你们我听说最近好像那个叫什么晋江上面是有好多文都已经不能看了，我是今天看到了一篇微博上面是这样发的，我不知道最近是怎么回事，好像好多文被锁了，是这个意思吗？我最喜欢你的人设就是那个丁达尔效应出现的时候光就有了形状的那个，对吧？真的最近真的好严啊。很生气。我最近看那个前几天我去 B 站上面看剧，然后我也发现好多剧都下架了，很生气。不知道为什么。不气。没有生气，浅气了一下。儿子来跟你妈，我都有保存，来陪你妈直播。儿子这本来是好多都是在的，然后突然就是感觉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下架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对，好像那个什么也锁了，就是那个，知道吧？我不知道那个词。没有卡，没有。刚才有个不认识的连我们，然后我刚拒绝了一下。我不知道，因为我前段时间是，因为小杨不是写小说嘛，然后他就说他在想，他要投在那个晋江还是起点上，然后我当时有点好奇，因为我之前是不怎么看网文的。就是我很少很少会看网文，然后后来我就去了解了一下这两个平台，然后后来就发现就去查到了这个事情，就是好多文被锁了的这个事情。就是大概也大家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就觉得挺不好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所以说大家就是赶快保存，真的。就像我现在的视频一样，发出来的视频就是感觉我就是随时感觉我的下一秒这个视频可能就会不见了，然后我就是觉得真的可能最近就是对比较针对吧，我觉得也没有办法说这个事情。你刷完了吗，老公？你刷完题了吗？我又来了一遍。你这次有95%以上？有啊，保证万无一失。真厉害。
我喜欢甜的还是虐的，我喜欢甜的，我喜欢那种非常非常甜的那种，我非常讨厌看有刀子的文，就是我看不进去，我觉得看不了我的小说。你的小说我就是只是浅读了一下，其实现在还没多刀，我要真的写结局不行，我不能看虐的，我就是只能看那种甜宠文，要不然就是那种后宫文，就是我只能看得下去这种文。怎么又是三人的连线？四人呢？不是，一个人。不是单身，不是单身。怎么就是怎么今天又是要来整活了吗？不知道。这个怎么不会啊？我不会弄哎。我不知道啊。我没谁会摁这个，这怎么弄啊？谁会摁啊？对啊，我你这是不是点的是连线啊？对，要重新点吗？啊，不用，好像按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哦。那等一下，那青青的惩罚是什么？我的惩罚是什么？青青输了跳个舞娘吧，我们啊，我跳舞娘啊，我输了玩这个，输了所有人跳舞娘，三个人一起跳舞娘，我们玩这个叫什么？玩那个组队，就是我们结束了之后，我们搞那个石头剪刀布，看谁和谁一队，然后把票加起来，可以，然后这么刺激吗？对，另外两个就输了，好吧？那不打高点还挺尴尬的，我的天！好的，好的，行，可以，好，可以，很会，嗯。那重新开始。你们好像没有说我输了干什么？跳舞娘。我可以可以可以。跳舞娘。可以。我不跳舞娘。跳一个欠妇的爱。我们一起跳舞娘，输了一起跳舞娘。救命！好辣眼睛。算了吧，就是放过家人们。这个画面。那子老师输了就是跳个舞娘吧。对啊，我也不会跳啊，我就是四肢不协调哎。我昨天跳舞娘，他们说外面的那种人都要丑。来个那个旋转跳跃就好了。可以。好。把我的衣服给我。那我们就是再来吗？还是再来一把？这个能重开吗？好像可以吧， 我看一下。哎，我差点退出去了。嗯，我不知道哎，你们谁知道吗？我可以，我输了给你们弹钢琴。可以。真弹吗？真弹吗？啊，我给你们看。嗯。有吧？哇哦。OK。可以。那谁重开？谁重开一把？谁懂这个机制的重开一把？发起这个的人重开，是谁？是啾咪君发起的吗？不是不是，我现在好想输。泽老师在左下角这个啊？左下角这有个 PK， 重开吗？有个重开一把 PK。嗯，等一下。一 k 中我怎么点啊？就是左下角这个点开有没有一个重新 PK？ 没有啊，我按不了那个 PK 按钮啊。哦哦。只有这个连线的按钮啊，我这边是不是我等级不够？我应该不是吧？是不知道。那我就这把吧。那就这把吧。好，那就这把。嗯、就这把吗？还是说我用的安卓手机？行，大家都不会退出再开始行不行？退出再开始，给我点时间。好好好，你要干嘛？那我邀请你们。那好，那公主来那个来连吧。对，我来连，我来邀请你们。OK。哎，这怎么弄？等一下，我推一下。穿个衣服。想听我弹钢琴，那你们就不要给我票。好，那我开始喽。好 ，OK， 好的。这过程就毕喽。好，好。姐妹们，我哎，被你们看到了吗？老公怎么办？我穿睡裤被看到了。没
没事儿。嗯，还是穿睡裤也纯欲。睡。不行不行，你们假装没有看到可以吗？因为我今天我想着我今天浅播一下，然后我今天就没有换裤子，我就想着我今天就穿个睡裤播一下。我今天准备本来是因为我在家本来是就是睡裤都没有的，然后我今天就想着算了，我今天就还是穿一下吧。就主要是其实我准备穿睡裤了，是他逼着我穿睡裤，不然连这条睡裤都没有，不然就是 underwear 了。嗯，想怎么进步？他在刷那个科目一的题，他在刷科目一的题。嗯，他马上要考试了，考科目一，他在刷题。把你的胡子吐哪了呀？嗯，吐在桌子上了。啊，没有老公的手接着。该吐哪里？谢谢木哥的这个柴犬，谢谢木哥的柴犬。往这里吧。你在练科目三？真的，我觉得学车，我本来想跟小杨一起去考那个，一起去学车，因为其实我也没有考驾照。然后完了之后，小杨就说我们俩只要有一个人会开车就可以了，他就不想让我学，他怕我哪天开着车偷偷出去玩，他就不让我学。胡说，不是吗？那我当时说跟你一起学，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学？就是，你已经很棒了，就是说不需要再靠就是一个驾照这个东西来加长了，已经很完美了。然后就让我来，安心的做你的司机就好了。然后他就不让我学，真的很过分，家人们。我是你的司机。真的吗？那你以后天天开车带我出去玩。好啊。好。等我努力努努力挣挣钱给你买一辆车。嗯谢谢 Daydream， 谢谢大家。对，我因为我其实我是一个方向感比较弱的一个人，就是我是经常会迷路的，然后他反正也是觉得我可能学了开车之后可能也会经常迷路。对，我方向感不是特别好，就是我是那种就是去商场里都会迷路的那种人。而且老因为我之前在深圳的万象城有两座你知道吗，就是他新开那个万象城有两期，然后反正就是我跟我朋友当时就是约着万象城见面，反正就是经常的互相找不到对方。后来我朋友就叫我就干脆就是在那个地铁站门口等着，叫我不要出那个地铁站，因为如果我出地铁站的话他会花更长的时间去找我。反正我就是对，就是出门找路手机一定要有电，就是要时刻我要在那个导航里边跟着导航走。对，反正就是手机一没电我真的就没办法了，我真的就是会迷路在这个熟悉的城市里。有我在，深圳万象城新开的那个很大好吗？新开那个万象城也不是新开吧，反正就是之前开的那个是叫什么的万象城来着，深圳湾万象城，就是它两座，然后它很大，里边不是万象天地，万象天地还好，是那个深圳湾的万象城，不是罗湖的那个万象城挺小的。说实话，我老婆的交通安全意识不是很强。哪里不强了？我都说她之前老因为这个跟我发脾气。你有、那对不起了。她就是说我走路不看路，然后我就说，然后她因为我过马路的时候，因为她在我旁边嘛，然后我就不看路，反正我就是在忙我的事情，然后她就说她就老因为这个骂我，她就说就是你走路要看路啊。我没有骂你，宝宝。你有啊，然后你过马路的时候。我说话声音大了一点，我说你过马路要看点路。生气了，生气了。哦，没有，错了。然后我就说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都会看路，只是因为你在我的旁边，我就没有必要看路，对吧？是这样的，但是他就是平时在路上走路的那种，就是过马路之类的那个架势，就让我有点害怕他开车。没有，好吧，我是很珍惜我自己的生命的，我走路会看路的。我怕不安全哦，还有十秒了，家人们，我忘记了，还有十秒钟了，家人们，谢谢 Daydream， 谢谢甜茶，家人们，谢谢小乔努力，谢谢大家，我们是哦，我们还有黑白配呢，忘记拉票了，不好意思，谢谢我们，对，忘记了，谢谢梦哥，谢谢 Daydream， 谢谢早早，谢谢吴宇，谢谢点点滴滴，谢谢 Coco， 谢谢
零七，谢若言，谢小乔要努力，谢谢烟。忘记了，真的不好意思。不过没事，我们黑白配不一定会输。开一下。谢谢敏赫，谢谢玻璃，谢谢魂姐，谢谢很多人很多人，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哎，太嗨了，我太喜欢土嗨了，姐妹们，我太爱土嗨了。啥呀？你在干？我太喜欢这种土土。就是你们点开那个道具，然后点那个，是 PK 整蛊。喜欢可以整蛊。我帮你一把。PK 整蛊，然后是。啊，已经开始惩罚了吗？不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要分队嘛，我们现在分队。嗯。然后、啊、是点哪里来着？我忘记了，我不记得那个石头剪刀布在哪儿了。啊，在这，在游戏，在游戏里面第四个。对，第一行第四个。游戏里面，对，游戏，啊、游戏在哪？对对，道具道具。这我们应该重，这要重新吧？应该。啊，对，这个要重新摇吧？应该。哦。啊，稍等一下，我找一下。道具已经出了二楼了。嗯啊，现在出吗？啊，出！我靠！我靠！妈！等一下，等一下，让我！你在干啥？这是什么？你是在干嘛？玩上了别的游戏了是吗？不行，还得再来一次。啊，最后一次吧，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最后一次。等一下，我点。哎呀，怎么回事？不应该，他是故意的，是吗？是还要来吗？石头剪刀布都有的话，好像就是要重新来。嗯嗯，什么意思？就是你跳舞娘的意思。那就是我们三个人加起来的跳。那就你一个人跳，三个再来一下，我就剪刀了。那我们三个再来一下，我们是、哦、那我们赢了，那赢了跟麒麟一队还是输了跟麒麟一队？就是少的人跟麒麟一队。好，嗯，好。啊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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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不好意思，我拖后腿了。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不是，主要是为什么？不是刚刚那个不是要分队来着吗？对，就是分完了呀，已经、啊、就是结局。哦，也是也是，我确实是输了。嗯，好了，那就是又一个我一个人跳舞娘是吗？你们是起一个名字，我知道给你们起个什么名字，叫老乡组合。老乡会吗？老乡会，我们是这样的，温州一家人。对，我们是温州一家人。可以，姐妹们，我们跟麒麟也就只不过差了100多票，然后我们最后还输了，我们要坐在那边跳舞，然后还要惩罚我们整个人，真的很难。我刚才不是说弹钢琴吗？我一边弹钢琴，然后你一边跳舞，怎么样？啊，没问题。就是跳舞娘，反正就是只有就四个人里面只有一个我是受伤的，是吗？只有周密君受伤的，没关系，我待会儿会让大家都受伤的。我待会儿会让所有人都受伤。那我伴舞吧，行吧，行。我移动一下。我把音量调小一点啊，能看到吗？你们准备好了吗？等一下。可以吗？可以。看一下我这双手。嗯。天使吻过的手。准备好了。哇，我会不会真的努力的？结束了，这结束了吗？还是晋级了？我以为是前奏，我以为这是前奏。就是结，这个琴不是我的，是我女儿的，我不会。我就说，我开始就说这个琴可能是家里的一个软装。
它可能是一个软装，就像我们家的吉他一样，是软装的一部分。我的表演结束了，玩笑的灰灰的表演还没结束，灰灰还想跳呢。嗯，还想跳。灰灰的舞娘还没有开始，那他只能 solo 了。就我还得跳一个舞娘是吗？是的，当然了。你刚才为什么不跳呀？别太过分！我伴奏那么卖力，你居然不跳？其实别的也可以啊，别的也可以。来给大家跳一个吧，你们想看吗？你们想看的给大家跳一下。你问了我们就想看。嗯。那我不想跳。不可以。想看。好。打个语音给远哥。哎，起来看跳舞了。终究就是扛下了所有，姐妹。那我就是。那我能不能放一首我自己喜欢的音乐？哎，可以啊。不扫地用地宝，快来设置。好，你们说的，那我就放一首我自己喜欢的音乐，叫做《渴死的鱼》。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加载不出来啊？我忘记了，我的音乐在放。这是我的土味 DNA， 我很爱。等一下，我要给他。哎，对，就这个感觉。等一下。哎，这衣服真的好硬啊！姐，你脱了吗？脱的有点。你把空调关了是不是？我把空调打开，你脱了哈。等一下，算了，我不跳了，我感觉你们很无语，不想跳了，我给大家跳舞，大家还不开心，我整个人很伤心，很难过。没有，很开心。我拍下来了，我要发给远哥。真的吗？远哥他刚一直在看我跳，他发了一个问号。那他在楼上看直播。等一下，就既然就是咱们就是这样，好不好？咱们就这样，就肯定要惩罚两个人。子老师那个就算了，然后我就知道整完两个人，那就星星和那个星星和杰尼龟就是石头剪刀布，谁输谁啊？为什么我们不是结束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抽？那我觉得就是没有抽就是我了。大家想不想看？姐妹们，大家想不想看？我不，大家想不想看？先走了，不行，不可以。但是对面的弹幕我觉得我应该已经看出来，谁想看？不想看他们俩跳舞娘吗？哎，谁在敲门？对面敲门，我们的弹幕我根本就不会。谁在敲门啊？帮了段月姬，你别给我装。好了，你们俩石头剪刀布吧。真的吗？真的。那我们要干嘛？那输了干嘛呀？输了要么让子老师给你们伴奏，要么就是跳舞娘。娘吗？真的吗？放过所有人吧。来吧，石头剪刀布。等一下。啊？没有开始，我是剪刀。啊，你是剪刀，我是布。那就是应该你跳啊。我是石头，我是石头。谁输了谁跳？啊！不要吧，不是吧？真的要跳舞娘吗？可是我不会耶。没事啊，你觉得我刚刚那个舞蹈是从骨子里面跳？他是。等一下我。这灯往上面打。好，这样吗？嗯，你举起来。我先搜个舞娘。
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我明天不播。嗯，辛苦大家了，辛苦大家了，没关系没关系，家人们辛苦大家，辛苦大家。好尴尬哦。没事，随便舞动两下就好了。离远一点。这跳了个简易版的吗？我昨天跳的怎么不是这样的？边看边学。白雪夏夜，我不停歇，不忍心睡，下楼。可以了吧？应该。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直播间人都掉没了。没错。怎么，你跳舞也会掉人吗？我就是我之出名的就是四肢不是很协调，感觉有练过。真的吗？没有，那可能是别的舞比较精通，就是那种不能播的舞可能比较精通一点。那我们就到这里啦，行行，我们也走了，好，拜拜，拜拜，再见 ，everybody， 拜。家人们真的是要了命。不可以，今天谁把这个录屏如果上传到了哪里让我发现，我就第一个把它拉黑。很可爱。谁今天把这个录屏，怎么这个还在我的头顶，谁把这个上传到了这种就是第一个把它拉黑。不行不行啊，不新路啊，这不新路啊，家人们不新路啊。我们是走那个，不是我们不要做搞笑，不要做搞笑男搞笑女，就是还是要。你是不是又把空调开开了，老公？突然好热。脱掉吧。嗯，脱了已经。热了吧？对，脱了。救命！挂上吧，这个。不可以，真的不可以，太丑了。我本来前段时间还想，我就是要不然去认证一个那种舞蹈主播，然后我去学一下跳舞，这样的以后惩罚的时候就让我跳舞就不会很尴尬。我现在觉得我可能就没有学舞蹈的天赋吧，我还是去学吉他吧。我们去溜达的时候，有时候会在商场里看到那种舞蹈工作室，外面的透明大玻璃，然后我就会很不屑的说，不如我跳。但他有时候会驻足观看，对，他可能在幻想自己在里面的那个场景，自己在里面辣舞的场景。嗯。录完跑路了，好的好的，木哥去忙吧。木哥最近很忙，他说，很工作上的事情，学习上的事情，真的好尴尬。早知道今天真的不播了，今天真的是让我社恐住了，我已经。不是，主要是刚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灰灰就是想整我，家人们就是很过分，非常的过分，他就是想要看我出丑，他就是想要看我出丑，好过分啊，真的是脸都红了，脸都给我跳红了，很尴尬，在这么多人面前，四个直播间，两三万个人吧应该，哎，好害羞啊，真的是救命，那丑早知道我就说我不会了，我就是唱个歌之类的。真的，我脸现在都是红的，妈呀，我都开了这么白的补光灯，脸还是红的，救命。去连灰灰，骗人，我现在连他，你们肯定就是又不给我上票。可能唱歌还没跳舞好，我唱歌至少就是不会动啊，就是我就是不会尴尬，这跳舞真的很尴尬，就是我真的一跳舞就脸红。
不行啊，真的是不准录屏。刚才谁的真的谁的录屏，然后我就是发现了，我明天刷，因为我就是说，我老是会经常就是刷抖音，我就刷着刷着，我就刷到了我自己的那个 PK 的一个、PK 的一个就是 PK 的一个录屏，不是不可以录，真的不行，真的好尴尬，让我。老婆还播吗？我们要不要去二人小世界一下？好。十九余联，我们连下载下播了，这个很好。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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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好。Hello， 晚上好。欢迎 K 姐，好 K 宝。真的，刚才好尴尬，刚才被灰灰欺负了，还要跳舞。刚刚跳了什么？舞娘。擦玻璃吗？你刚刚跳了。刚刚不会擦玻璃的。你刚刚跳了。没有，跳的是舞娘，真的是跳了，我脸都红了，真的好丢人，你知道我多丢人吗？刚才。那能否就有幸我们可以看啊？不要吧，不要吧，求求了，我们今天就是浅玩一下就好了。好，就你刚你刚说舞，你刚说跳舞，其实我想到了惊鸿舞，救命！惊鸿舞，惊鸿舞，惊鸿舞还好，我觉得这惊鸿舞至少就是看过，然后刚才跳那个舞娘，我就是连看都没有看过，我觉得真的是社恐都要犯了。旋转跳跃那个，对，就是那个，我只听过那个歌，然后我没有看那个，然后我刚就是配着那个伴奏，就是连续过去了，现在就看我们两个温暖的我们，对，就我们小玩一下就好，那先玩一下吧，就开开心心的好，对，好好好，我们就结尾说，咱们结尾说，行行，那我们过程就闭麦喽，好嘞，那我闭麦啦，好，好，咱们。真的家人，我真的很，你们有看过我脸这么红过吗？我感觉我现在就是像那个什么的一样，喝了两斤假那个什么的东西的一样alcohol 真的求求了，我真的以后我就是在我这里，我就在这我这里贴个贴纸，就是不跳舞，真的不要让我跳舞，我真的跳舞我的浑身红，不仅脸红脖子也红，没事吧老婆？没事，我就是害羞，我社恐，我真的求求了，以后你来跳好吗？你去学跳哦。没事，一会儿下播了好好抱抱我们。嗯，老公抱抱。嗯。而且我就是说这个就罢了，我们这一把的 PK 又是粉丝团加成，到底这个粉丝团加成跟我就是有什么仇一样？真的，现在小杨跳好了，真的。小杨不说，小杨在刷那个科目一的题，他在刷科目一的题，他马上要考科目一了。那唱的很好吗？真的吗？我不信，我等一下去翻我的录屏，我等一下去看一下我那个录屏，因为我今天是一个人播的，一个人播的时候他有那个回放。两个人播没有吗？两个人播没有，两个人播没有回放。为啥呀？嗯，我不知道，两个人播就是没有回放，就一个人播就有回放。嗯，再帮我回放，真的吗？好，下次我一定要看会不会跳舞。气死我了！不是，我想着我刚才赢了，我刚才窃喜，你知道，刚才石头剪刀布，然后我窃喜。我就想说啊，终于还好我没有跳舞，那我跳舞的话，我就是之后一周都不想播，然后完了之后，结果我都快就是准备，我就是说啊，那好吧，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吧，我们下次再连。然后完了，灰灰就突然来了一句石头剪刀布，我当时我就心中我就说不妙，我就说，因为我这石头剪刀布就是我这个运气很差，你知道吗？就是我很少赢石头剪刀布这种游戏。然后我侥幸赢了一把，我就想着我第二把我就不可能赢的，结果果不其然，我第二把就是输了，家人们，我真的是受不了，气死我了！不气了，宝宝。嗯，没有生气，我就害羞。嗯，我明白，我懂你。我如果是我马上就是学跳舞，我要变成一个武艺精湛的一个舞蹈家，一个舞蹈家，然后我再回来惊艳所有人。然后等我学完舞蹈之后，我就是跟每个人连麦，我就说，嗯，那我们等会惩罚就跳一个舞吧。我要就是要偷偷学跳舞，然后惊艳所有人，卷死所有人。明天就去报班，我明天就去报班。真的，
家人们，我们加成一把，家人们，加成一把，这把不要再输了。我们三十秒钟，我们三十秒钟，再玩一把，我要睡了，我就是睡觉了。我会是坏蛋。梦里报班，我明天就去报班。什么梦里报班？我明天就去报班。谢谢仔仔太郎的抖音一号，谢谢莫奎家人们，还有十秒钟，还有十秒钟，我们潜偷一下，我们潜偷一下他。谢谢 Beast 的掌上明珠，谢谢 Daydream 的保时捷，啊，谢谢小安的冰封王座，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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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胜了啊，终于胜了一把，终于胜，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我们谢谢仔仔泰兰德，谢谢小安妮，谢谢蓝天，谢谢 Daydream， 谢谢 Beast， 谢谢 Coco， 谢谢麻条，谢谢专心的豆子，谢谢你小豆，谢谢烟，谢谢大家。差了一百票，好像一百多。这次就差了一点的。没事，大家已经很棒了，对，大家可棒了。谢谢大家，谢谢。那我们这把，开了玩一下，开开心心的。对，咱们这把就怎么说呢？我们这把就简单一下吧，我们就三个深蹲吧，公主抱深蹲吧，好吧。深蹲是吧？可以，没问题。好，嗯。把线拔一下。声音你不要叫，知道吗？小雨啊。啊，还是柯基，好可爱。因为就我们一抱它就会叫，你知道吗？哦，可能它吃醋了，我觉得。它就对，它会吃醋，你知道吗？真的，我们家猫也是。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那你玩的开心哦。没事，好好好，那玩的开心，玩的开心。好好好，行，那我们下次再连，拜拜。好，拜拜。小雨。家人们，我准备下播了。我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脸这么红。下吧，宝宝，我们我怎么下？我的脸好红啊！为什么不一起打 PK？ 他靠考科目一了，他在刷题。嗯，皮影吗？皮影吗？我准备下了，浅播一下。太害羞了，今天。皮影吗？嗯，可以皮影一下。我们等一下，皮影一下。我们播到半吧，要不然我几点播的，老公？大概就是十点半。那我们都播到十一点半吧，我们播到十一点半吧，还是要播过一个小时的，嗯。好。我们播到十一点半吧。看一下小杨，小杨他们要看你。啊？他们要看你。你把那个夹克穿上，嗯。我下面穿的短裤哎。没事，那你就坐在这，还像刚才那样。你怎么我跳一个舞你就脱成这个样子了？你是干嘛？跳了一个舞，他就是。不是，我试着我在那坐着坐着湿很热了，不知道为啥我就把外裤脱了。我的舞姿让你燥热住了。换成这种。小杨还在刷题。嗯，不看。小杨穿的短裤配彩色袜子，配那个黑色夹克。看到了吗？没有，我挡着脸，不能让你看到。我坐地上，大家看到会看到我的腿，而且还会看到我的花袜子，太丑了。然后把外套拿。哎，算了，不穿外套，就这样。不穿了，热。出国后面又遇上那段，没错，是我。好卡呀，可能是刚才舞姿舞得太尽兴了，然后现在就卡了。所以大家以后就是跳舞，就是只要这种跳舞的惩罚，不要让我输好吗，家人们？我们可以别的可以输，跳舞的一定不能输。跳舞就是让我就是身心煎熬，就是我的脸，你看着刚才舞动了一把，就是现在就感觉像是去了一趟青藏高原一样，这个脸还出油了。又油又红，现在就感觉就像是那个刚刚煎完的那个烤乳猪一样。不行了，真的不要再跳了，求求了，我跪下了，不要再跳了。不是，我是真的就是比较容易害羞。你
跳的很棒了，宝贝，很可爱。我不要抱，我都不要跳舞。不跳了，我们以后不跳了。但是你刚才跳的真的很棒。我就说等我学会跳舞了，我再玩这个好不好？裤子差点都飞了。嗯。我先刷题了啊，宝贝。嗯。看到了，宝贝刚才的舞姿。对，主要是人多，你知道吗？主要是你说我就单独跳无所谓，就是在就是太多人面前跳，就是我会很害羞，对。嗯，对啊，四连人太多了，四连杰尼龟他们应该有10000多，然后那个等一下去解叫什么来着，救命君他们应该也有3000吧，反正加起来应该有差不多两万个人吧，我觉得。嗯，就是不行，就是家人们，我们就是下次不行，我明天一定要打回来，我明天我跟救命军连，我打回来，我明天真的不看到他跳舞，不行，家人们，我自己给我自己上票，我也得看到他跳舞，明天我自己给我自己刷嘉年华。死了。明天几点播？明天应该不知道10点吧，应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我直播也比较随缘，嗯。真的，我觉得跳舞就是我的软肋，真的，我不想说这个话题了，过去吧，真的。就感觉就像是那种。就像是小学的时候被就拉上台做英语演讲的那种感觉，连一下，浅连一下林爷，我们浅连一下林爷，我们连一下林爷还蛮翘在 PK， 今天播了，今天播一会儿就下了，嗯。应该在有事，嗑瓜子。老公，你怎么一边嗑瓜子一边刷题？对啊，不可以。为啥？不行，那瓜子是我要嗑的，别给我嗑完了。没事，嗑完了我去上班给你买套。嗯，对，他一边嗑瓜子一边在刷题。我不想随机连了，很尴尬，我不是连点认识的人吗？嗯，连一个。等一下还蛮翘吧，跟他连一下我下播了，先浅播一下，因为今天我们等一下约定好要看电影，然后就是本来小杨说让我们不要播了，然后我就说算了，他们都在催我就播一下，然后我就想着我播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就下了，然后他看个电影刚好看完1:30然后就睡觉，然后就所以再播差不多10分钟我就下播了。嗯，两只猫不可以一起玩吗？我们两只猫因为它们没有做绝育所以会打架，而且再加上它们有点生病。嗯，背着老婆偷偷掐点小零食，他很喜欢偷吃。对，等一下掐点零食，背着老婆偷偷掐点小零食。任桃林在 PK。 嗯，我们就等一下连下那个连下他们敲我就下了，就不连别人。嗯，向阳好久没有跟他连了，感觉他好像蛮少直播的，向阳他们。对，你就连还蛮翘吧，感觉向阳跟他很少连麦。嗯，对，我嘴巴有点干，我一下半圈干。我感觉我互关的几个就很有几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直播时间不一样，反正就是
我上播的时候就是没有看到他们播，但是我自己我没播的时候就是老能刷到他们在播。嗯，这样在播，连吗？我们连一下吗？但是他好像没有跟别人在 PK， 他是不是在聊天啊？他是不是在聊天呢？对，聊天一般不会连麦的。对吧？聊天的时候一般不会连别人的，因为我之前也是聊天，试一下，连一下吧。估计他们不会接，嗯，因为我聊天的时候我也不喜欢接，就是聊天的时候就聊天。等我们连一下，他们叫起来四人，他一看他没有接。家人们就是聊天的时候就基本上就是不太会接 PK。 嘴巴好肿，嘴巴咬肿的，就一紧张就喜欢咬嘴巴。我不知道你能紧张的时候喜欢干什么，反正我紧张的时候就是咬指甲还有咬嘴巴。嗯，臭臭连完了已经，今天臭我们第一个连就是臭臭，然后就是都已经 PK 完了。嗯，就我就想着是再聊会儿天，我等于就准备下播了。嗯，跟你们紧张是吗？我没有紧张，我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可能你白天的时候做了一件比较尴尬的事情，然后你之后晚上就会一直在想这种事情，然后就越想越觉得很尴尬，越想越觉得就是脚趾抓地，就是我觉得我的脚趾现在已经抠出了一个芭比梦幻豪宅。如果你们能看到的话，真的，我自己给自己在杭州买了一套房，怎么买的？就是自己抠出来的芭比梦幻豪宅。所以真的，求求了，就是对，不聊这个了。明天不要让我在那个首页刷到我自己那个辣舞的视频。给老婆留点面子，老婆有点尴尬。对，我就是不能想，我就不能停下来说话，一停下来说话，就是那个刚才的那个画面，就是在脑海中就是放映，你知道吧？就是循环播放，就是越想越觉得尴尬，我都觉得不可以。Just like me， 任桃林在 PK， 嗯，我们聊一下下了，对。你看我跳舞，不可能了，在我真正的学会跳舞之前，你们应该是看不到我跳舞了，真的很尴尬。很社死，你知道吧？就是真的是这个，真的就是这个词。对，要去学。但是我前段时间不是我生日的时候，小杨给我送了个吉他嘛，然后我当时本来说要学吉他，然后我后来就是学吉他，然后你知道学吉他要摁那个，就是要练那个爬格子，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是加上每天白天比较忙，然后就是吉他现在就是进步非常的缓慢，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在去那个出去旅游的时候能不能把吉他出去旅游之前能不能把吉他学会，我觉得还蛮困难的。嗯，想在干嘛？想要在刷题，现在他因为他马上要考科目一了。因为就是两个人都不会学车，真的是一件蛮不好的事情，就是出门的时候会很受限制，所以我就让他去学开车，然后他现在在学科目一，他过几天考，明天考，嗯，不是明天宝宝，过两天啊，过两天考。对，我有想学的东西吗？我想学的东西有很多，只是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学习这个东西，然后其二就是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就是很耗时间很耗金钱的这个事情，然后所以就是我在想着可能是等我之后闲一点的话可能是报个班吧，因为最近就是想学的东西太多了，再加上最近因为不是公司的嘛，开公司就比较事情比较多，然后最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报班。我画画画画是自学的兴趣，没有去报过班。
我画画也一般，我画画只会画画只会一些很基础的一些，你让我真的去画那种油画什么的我也画不了。嗯，敞篷啊，敞篷太贵了，我想买个我想买个那种电动的那种特斯拉，我就觉得不错。嗯，因为我妈我爸是很喜欢买车，然后他们就是蛮多车的，但后来就买了那个电动车，就是那个特斯拉，他买的是特斯拉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反正是买了之后他就说他也没有怎么再开过那种汽油的车，因为他就说就是很省钱，然后而且就怎么说呢，就是说不限号，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城市有没有单双数限号，就可能135是单数，246是复数，反正就是反正我所在的城市是有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辆就是一定要买一个，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电动的那种车就比较好。嗯，特斯拉刹车是零，真的吗？我不知道，我是一点都不懂车，我对车的了解就是我觉得都差不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多人很喜欢，就是很喜欢钻研这个东西，都对我来说就是都四个轮子都差不多啊，我自己是没有那种什么这种情怀的。不要买特斯拉，小鹏好像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 P， 它是像小小圈一样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记了，很像别克那个车，我妈好像就是买的那个很像别克的那个，哦，蔚来，对，它的是蔚来，我就觉得挺方便的，反正我觉得首先不限号真的省很多事，你不然你就有了一辆车之后你可能你一周只能开四天，剩下的三天你还是得打滴滴，没有，我觉得就是不行。所以我觉得限号吗？反正先是限，哦，深圳也限，嗯，未来挺好的呀，反正我觉得挺好的，反正我就觉得反正我就是之前我妈而且我就是我妈就之后她就去开那个车接我，然后我就觉得很方便。嗯，反正我就是觉得都差不多，反正就是买一个环保一点的就好了，不要限号就好了。五菱的重量下小杨可能就是开不了那种跑车吧，我觉得小杨可能只能上那个什么，只能上那种越野车，对，那种太小的车他坐着会很舒服。这次可能就是论车的体型的话，可能这次有 SUV 吧。嗯，皮影吧。我现在哪个城？我现在在杭州。限号就是，你的车牌号，就是如果是就是他们有的城市是那种，比如说一周有那个1357跟246，然后有的车牌号它只能1357开，有的车牌号只能246开，就是你一周不可能每天都开车这个样子。我怎么保持这么白的？多喝水，多吃水果，做好防晒。对，嗯。买两个不必了吧，我又不会开车，小杨会开就行了，如果我会开车的话我可能会买两个，买个单数的，买个复数的。又瘦了？没有吧，我换发型的原因吧。有车位吗？有。嗯，就我现在这个租的这个房子它是有送车位的，所以就还蛮方便的。我们来皮影吧，老公。好，还有六道题我做完，好吧。嗯，对，他做完题。3分钟，2分钟。我太好看了，谢谢。我就是一般人，嗯。你可不一般呀，宝贝，你是美人。真会说话。没有，我是因为我父母不是离婚了嘛，然后所以我一个家在深圳，一个家在西安，有两个家，嗯。不要说了，说了我又要害羞了。谁说我在 IG 播的？没有啊，最近管的有点严，我最近可能就是暂时不会去 IG 播了。嗯，但是我马上，因为我的公司是主要是就是跨境电商这一方面啊，所以之后可能会涉及一些就是 IG 或者 TikTok 上面的一些业务，然后所以就是之后可能会比较常经营这两个平台，对，所以没有关注的家人可以点点关注，然后就是之后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那个 IG、YouTube 还有那个TikTok 上面。嗯、YouTube 对，是 Ins 还是 Ins 跟 YouTube 都有，主要是 TikTok， 嗯 ，IG 是 Instagram，
就是那个有点像就是国外版的绿洲，就是微博的那个绿洲，我只是不知道，就国外版的小红书吧，这样说，就是那种发图的那种。真的，我朋友也说，我朋友说我的照片拍出来很怪，就是我朋友说我拍照，我朋友都说我就是照片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拍出来感觉就是有种那种整容的痕迹，就是说我照片的就是拍出来不是，他说我不知道是我修图的原因还是怎么样，他就说我的照片看起来就是像是那种，就是像是那种全脸都是整的那种，就是填充感很强。他说现实中的不会，他说我是不是每次修太重了？我说我也没有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的表情的问题吧，也有可能是修的。因为我就是因为我修图比较懒，我就是一键美颜，就是一键美颜，就是一键点一下，就是美丽了就可以了。因为就是有时候就是会出去拍照，然后我就想着我就拍完我就立刻就想要发，然后我就是会一键美颜一键美丽一下，然后我就发了，然后发完就第二天起床，就是我第一天就我而且我刚发完朋友圈或者是发完那个，我就会一直看。然后小杨也说我之后呢，我发完照片之后的一天都一直在刷我那张照片，就是被自己美住了，就是说怎么可以拍得这么美。每次我都会被那个配乐听的对耳朵都已经。然后第二天起床一看，我就说我这昨天是拍的什么玩意儿，我就说我怎么修的这么丑，我就说还不如不修，还不如原图，然后就把那个照片删掉。反正就是每次都是这个样子。哎，昨天那个啥呢？所以我就说算了，真的是。然后我什么？那个啥呢？你手电筒吗？对呀、啊。手电筒哦，手电筒在后边。啊，行。拿一下。皮吧。只收一点点，忍不住，我就是一键美颜，就是美到什么程度，就是算什么程度。不是，第二天我就会说算了，就是还是把这张照片删掉吧。皮皮下播了，皮皮下播了，太尴尬了，今天来看电影去了，等一下。他们说看到你的大短裤了，是吧？居家的服装，家人们。太高了，你还是太高了。往近，往近一点啊，往近一点。这样出镜了，宝贝，那怎么办、啊、就这样就好了呀。不行，你把它往前一点，这样看不到我了。就这样，你往前面一点，好了。上来就伸手动。再来一口，宝，你就正常这样，我猛亲一口。好了，家人们，我们就说下播了，今天又到了下播的时间，我们明天再见吧，明天我们一起去打灰灰，让灰灰跳舞，让灰灰进格拉舞。拜拜。哦，宝贝，哎，不行，舞动起来了，你看，下播了，我来强制下播，这个吗？哎，怎么下播？